认为我太太讲这个话并没有错啊，她要跟谁道歉呢？那我太太讲老天留言，不是说她在惩罚那个善良的百姓，是善良的百姓遭殃受苦，是被那些贪官污吏搞的呀。不要把它断章取义，该骂的是那些贪官污吏设计施工不照规矩来的，或者重保私囊的，这个才是真正对不起百姓的。我替老百姓叫屈、我是在替老百姓叫屈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他们宣传的说那个治水非常好，那为什么一场雨一天的雨就让百姓淹了水淹了那么多天？我在替老百姓叫屈。因为现在很多灾民有在对这句话不，哎呀，对不起，老百姓叫对不起，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啊！你也不要讲说很多灾民在讲什么，该骂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啊，怎么会是讲替他抱屈的我太太呢？